没地方可以那么快盖起来。第一个，他本身很有钱之外，第二个是他们政府这个 BOT 的制度，让他们快速低一点的取得了土地，然后又有这么配合的县政府帮助配合他们切割地目，然后规避环评，然后甚至要环评也没关系，就一直补到过。所以这个案例真的是太经典了，就是也是我们要理智到底的。就是如果这样子都能过的话，其实刚刚这位大姐讲的那些开发，其实连所有的东西都会跑出来。那也有人注意到说，其实不只是这样大的财团，其实像有一些小的房子，像后面那个白色屋顶那个房子啊，我刚来的时候那是一个外地人来这边买了这边的人的地，然后盖的民宿，一晚要好像要8000块吧。大概听说当时有被关注过，本来弄了很久，后来好像是。对，哎，你的听说怎么这么的 local？ 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听说哪听说来源？OK OK。我想问的是，你们台东县副县长是张基，他是建筑人，是这个事情对他的立场是什么？他就是换了学者的位置，就换了脑袋。他弄了什么景观自治条例，他也说就是管条例的有效范围是从美丽湾之后，他美丽湾他不管。然后第七次环评会的时候，他那天他把主席的位置丢给环保局长，他自己在都兰那边的山上喝咖啡。这样子，所以我们一开始也其实很期待说有一个清新的建筑专业的人来当副县长，或许有点用，但是事实上是没有用。对，是这样子。这个房子从起建什么时候起建建都有？他大概建了2年多，那中间有表面上有停了3年，然后在2010年的4月份，清明节那个时候，就是大概是个3-4月的时候，又开始动工。那一次动工就是在挖这个游泳池，然后制作了1年之后，游泳池盖好了，这样子。那部落湾什么时候开始重视这个议题？赤桐部落苏林啊，苏林他在2007、2008年，2007年的时候回来部落，然后2008年的时候就是很，那个时候是事先台东环盟的人开始。环保联盟台东分会的长辈，他们就是关注这个案子，然后也做一些抗争。然后那个时候属灵知道之后，就觉得说为什么其实在地人应该回来守护自己的部落，对，所以他那时候就回来了。我们可能要先慢慢的边走边聊，因为我不自觉的超过了，对，那个时候已经盖了这个主体建筑。在环评没有过的时候就盖，因为它一开始是切割，它的整个开发面积是6公顷嘛，那就请县政府帮他切割这块，就是这个饭店现在的位置的不到1公顷的土地，然后他就可以免实施环评而盖起来。但是在施工的时候，它的开发面积是超过1公顷的，然后被环盟的人发现它超过了开发面积，所以他开始补送环评，是这样子的。源头他把他 BOT 出去，所以他后来都要，因为你如果前面没有所谓的 BOT， 后面就没有疏导环境的问题。你只要说这是属于公共财路，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步骤还是没有进行。哦，他搞出去的是就是台湾现在一样。所以最源头就是他没有清楚这个东西环评能不能过，他就已经。
BOT 出去，所有的商人都是以经营为主，他只让他去维护环境，他是不可能。政府选出来本来，你讲得很好，让我录起来好不好？实在是政，因为政府真正公投是帮我们守护土地的方法，这源头应该是他们。对对对，实在太好了，你这个一讲就讲到重点了，对不对？他如果没有这样觉得、啊，因为这个都是后续的问题啊。对他们那些大老板，他们连来都没有来过，反正澳，反正政府说可以，我就来了。可惜我就高兴。台北就说吧。对，你是哪里的？我那边就是台北耶，我们就是这样。他就政府啊，一块地，本来是就我们家旁边的那个企业开始在赔钱，所以他那个在毛利交，然后改投资房地产，反正好啊，他到时候炒房炒一炒，他违规就缴罚款就好了。可是墨西哥那个科技大佬，现在反正毛利很低啊，他就改投资房地产了。很有道理，一定要让我录下来。不照你脸没关系啊。没有思路很清楚，我只是觉得好像我们对付的，因为这个开发商走了，还会可以来另外一个、啊，永远没完没了。但如果是政府对环境的国土规划态度还是一样的话，那可以换人家。你说的简直是就是源头嘛。对，我们在这做的都是那个，我们就问政府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你怎么是带头做这个事情，把那个移走，然后直接换另外一家来，太棒了。你真的太棒了，看，等一下，有空，你的地方上次，我看到有一个什么城市的人建。当初在讲，一来你在规划整个县市的时候，他就是先把不能开发的地方全部都划掉了。啊，全台湾都是一样这样做。因为台湾那么大，最重要的光台北就好了，台北开发的就很热闹了。你看怎么样？我们要往回走吗？不是吧？他刚刚不是说我们不是要往回走，叫我们东西不要要带走啊？东西还放在跟富哥那边。真的？没有，他叫大家背走啊！来，赶快，帮我讲。啊？要讲什么？你刚刚讲的。